第79回，寻洞擒妖冯老寿，当朝正主救婴儿。却说那锦衣官把假唐僧扯出馆驿，与羽林军围围绕绕，直至朝门外，对黄门官言：我等已请唐僧到此，凡为转奏。黄门官即进朝一言奏上昏君，遂请进去。众官都在阶下跪拜，唯假唐僧挺立阶心，口中高叫：比丘王，请我贫僧何说？君王笑道：哈哈，朕得一疾，缠绵日久不愈，幸国丈赐得一方药饵，俱已完备，只少一味引子，特请长老求些药引，若得病愈，与长老修建祠堂，四时奉祭，永为传国之香火。假唐僧道：我乃出家人，只身至此，不知陛下问国丈要什么东西作引。昏君道：特求长老的心肝。假唐僧道：不瞒陛下说，心便有几个耳，不知要的什么色样？那国丈在旁指定道：那和尚要你的黑心。假唐僧道：既如此，快取刀来，抛开胸腹，若有黑心，仅当奉命。那昏君欢喜相谢，急着当驾官取一把牛耳短刀递于假僧。假僧接刀在手，解开衣服，填起胸膛，将左手抹腹，右手持刀，呼啦的响一声，把腹皮抛开，那里头就咕嘟嘟的滚出一堆心来，吓得文官失色，武将神马。国丈在殿上见了道：这是个多心的和尚。贾僧将那些心血淋淋的一个个剪开与众观看，却都是些红心、白心、黄心、悭贪心、利民心、嫉妒心、计较心、好胜心、望高心、武慢心、杀害心、狠毒心、恐怖心、谨慎心、邪妄心、无名隐暗之心，种种不善之心，更无一个黑心。那昏君吓得呆呆怔怔，口不能言，战兢兢地叫：收了去，收了去。那假唐僧忍耐不住，收了法，现出本相，对昏君道：陛下全无眼力，我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，唯你这国丈是个黑心，好做药引。你不信，等我替你取他的出来看看。那国丈听见，即睁睛仔细观看，见那和尚变了面皮，不是那般模样。咦，认得当年孙大圣500年前就有名，却抽身腾云就起，被行者翻筋斗跳在空中喝道：哪里走，吹我一棒。那国丈即使盘龙拐杖来迎，他两个在半空中这场好杀呀，如意棒盘龙拐，虚空一片云霭霭。原来国丈是妖精，故将怪女称娇色，国主贪欢病染身，妖邪要把儿童宰，相逢大圣显神通，捉怪救人将难解，铁棒当头着实凶，拐棍迎来堪喝彩，杀得那满天雾气暗城池，城里人家都失色，文武多官魂魄飞，嫔妃秀女容颜改，吓得那比丘昏王乱身藏，
战战兢兢，眉不摆，棒起犹如虎出山，拐轮却似龙离海，金帆大闹比丘城，致令邪正分明白。那妖精与行者苦战二十余合，盘龙拐抵不住金箍棒，虚晃了一拐，将身化作一道寒光，落入皇宫内院，把进贡的妖后带出宫门，并化寒光不知去向。大圣暗落云头，到了宫殿下，对多官道：哼，你们的好国丈啊。多官一起礼拜，感谢神僧。行者道：且休拜，且去看你那昏主何在。多官道：我主见征战时惊恐潜藏，不知向哪座宫中去也。行者即命：快寻，莫被美后拐去。多官听言，不分内外，同行者先奔美后宫，默然无踪，连美后也通不见了。正宫、东宫、西宫、六院盖众后妃都来拜谢大圣。大圣道：且请起，不到谢处呢，且去寻你主公。少时见四五个太监搀着那昏君自紧身殿后面而来，众臣俯伏在地，齐声起奏道：主公，主公，感得神僧到此，辨明真假，那国丈乃是个妖邪，连美后亦不见矣。国王闻言，即请行者出皇宫，到宝殿拜谢了道：长老，你早间来的模样，那帮伪君这时如何就改了形容啊？行者笑道：不瞒陛下说，早间来者是我师父，乃唐朝玉帝三藏，我是他徒弟孙悟空，还有两个师弟朱悟能、沙悟净，现在金庭馆驿，因知你信了妖言，要取我师父心肝做药引，是老孙变作师父模样，特来此降妖也。那国王闻说，即传旨着阁下太宰快去驿中请师众来朝。那三藏听见行者现了相，在空中降妖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幸有八戒沙僧护持，他又脸上带着一片子骚泥，正闷闷不快，只听得人叫道：法师，我等乃比丘国王差来的阁下太宰，特请入朝谢恩也。八戒笑道：哈哈，师父莫怕莫怕，这不是又请你取信，想是师兄得胜，请你酬谢呢。三藏道：啊，虽是得胜来请，但我这个骚脸怎么见人？八戒道：没奈何，我们且去见了师兄自有解释。真跟那长老无忌只得扶着八戒沙僧挑着担牵着马同去驿亭之上。那太宰见了害怕道：爷爷呀，这都相似妖头怪脑之类。沙僧道：朝氏，休怪丑陋，我等乃是生成的遗体，若我师父来见了我师兄，他就俊了。他三人与众来朝，不带宣召，直至殿下。行者看见，即转身下殿，迎着面把师父的泥脸子抓下，吹口仙气叫正。那唐僧及时复了原身，精神越觉爽利。国王下殿亲迎，口称法师老佛。师徒们加马拴住，都上殿来相见。行者道：陛下，可知那怪来自何方？等老孙去与你一并擒来，剪除后患。三宫六院诸嫔群妃都在那翡翠屏后，听见行者说剪除后患，也不避内外男女之嫌，一齐出来拜告道：万望神僧老佛大施法力斩草除根，
把他剪除禁绝，成为莫大之恩，自当重报。行者忙忙打礼，只叫国王说他住居。国王含羞告道：哎，三年前他到时，朕曾问他，他说离城不远，只在向西南去70里路，有一座柳林坡清华庄上，国丈年老无儿，只后妻生一女，年方16，不曾配人，愿尽与朕。朕因那女貌娉婷，遂纳了，宠幸在宫，不期得机，太医屡药无功，他说我有仙方，只用小儿心煎汤为饮，是朕不才，轻信其言，遂选民间小儿，选定今日午时开刀取心啊。不料神僧下降，恰恰又遇龙儿都不见了，他就说神僧时事修真，元阳未泄，得其心比小儿心更加万倍，一时误犯，不知神僧石头妖魔，敢望广施大法，减其后患，朕以倾国之姿酬谢。行者笑道：实不相瞒，笼中小儿是我师慈悲着我藏了，你且休提什么资财相谢，待我捉了妖怪，是我的功行。八戒，跟我去来。八戒道：锦衣休命，但只是腹中空虚，不好捉利呀。国王即传旨叫光禄寺快摆斋供。不一时斋到，八戒进宝一餐，抖擞精神，随行者驾云而起，吓得那国王妃后并文武多官一个个朝空礼拜，都道：哎呀，是真仙真佛降临凡也。那大圣携着八戒进到南方70里之地，住下风云，找寻妖处，但只见一股清溪，两边夹岸，岸上有千千万万的杨柳，更不知清华庄在于何处。正是那万顷野田关不尽，千滴烟柳隐无踪。大圣寻觅不着，即捻诀念一声安字真言，居出一个当方土地，战兢兢近前跪下叫道：大圣，柳林坡土地叩头。行者道：你休怕，我不打你，我问你，柳林坡有个清华庄在于何方？土地道：此间有个清华洞，不曾有个清华庄。小神知道了，大圣想是自比丘国来的。正是正是，比丘国王被一个妖精哄了，是老孙到那乡识得是妖怪，当时战退那怪，化一道寒光不知去向，即问比丘王，他说三年前进美女时曾问其由，怪言居住城南70里柳林坡清华庄，事寻到此，只见林坡不见清华庄，所以问你。土地叩头道：望大圣恕罪，比丘王亦我弟之主也，小神理当见察，奈何妖精神威法大，如果泄露他事，他就来欺凌，故此未获。大圣今来只去那南岸九叉头一棵杨树根下，左转三转，右转三转，用两手齐扑树上，连叫三声开门，即现清华洞府。大圣闻言，即令土地回去，与八戒跳过溪来寻那棵杨树，果然有九条叉枝总在一棵根上。行者吩咐八戒：你且远远的站定，待我叫开门，寻着那怪赶将出来，你却接应。八戒闻命，即离树有半里远近立下。这大圣依土地之言绕树根，
左转三转，右转三转，双手齐扑齐竖叫：“开门，开门！”霎时间，一声响亮，呼啦啦的门开两扇，更不见树的踪迹。那里边光明霞彩，亦无人烟。行者趁神威撞将进去，但见那里好个去处，烟霞晃亮，日月偷明，白云常出洞，翠藓乱漫亭，一径奇花争艳丽，便接瑶草斗芳荣，温暖气景长春，浑如郎苑不亚蓬瀛。华灯攀长腕，平桥挂乱藤，风衔红蕊来岩窟，蝶戏幽兰过石屏。行者急拽步行进前边细看，见石屏上有四个大字：清华仙府。他忍不住跳过石屏看出，只见那老怪怀中搂着个美女，喘吁吁的正讲比丘国事，齐声叫道：“好机会来，三年是今日得完，被那猴头破了。”行者跑进身，撤棒高叫道：“我把你这伙毛团，什么好机会，吃我一棒！”那老怪丢放美人，抡起盘龙拐急驾相迎。他两个在洞前这场好杀，比前又甚不同，棒举蹦金光，拐轮凶气发。那怪道：“你无知赶进我门来。”行者道：“我有意降邪怪。”那怪道：“我恋国主你无干，怎的欺心来斩吗？”行者道：“僧修正教本慈悲，不忍儿童活见杀。语去言来各恨仇，棒引拐架当心扎，促损奇花未故生，踢破催胎因把滑。只杀得那洞中霞彩欠光明，岩上芳菲聚眼压，乒乓惊得鸟南飞，吆喝吓得美人撒。只存老怪与猴王，呼呼卷地狂风刮，看看杀出洞门来，又撞悟能呆性发。”原来八戒在外边听见他们里面嚷闹，急得他心痒难挠，撤钉耙把一棵九叉杨树刨倒，使耙住了几下，住得那鲜血直冒，嘤嘤的似乎有声。他道：“哼，这棵树成了精也，这棵树成了精也。”摁在地下又正住处，只见行者引怪出来，那呆子不打话，赶上前举耙就住。那老怪战行者已是难敌呀，见八戒爬来，越觉心慌，败得阵将身一晃，化到寒光尽头东走。他两个绝不放松，向东赶来。正当喊杀之际，又闻得鸾鹤声鸣，祥光飘渺，举目视之，乃南极老人星也。那老人把寒光照住，叫道：“哦，大圣慢来，天蓬休赶，老道在此失礼了。”行者即打礼道：“寿星兄弟哪里来？”八戒笑道：“肉头老儿照住寒光，必定捉住妖怪了。”寿星陪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望二公饶他命吧。”行者道：“哼，老怪不与老弟相干，为何来说人情？”“哈哈哈哈，他是我的一副脚力，不易走将来，成此妖怪。既是老弟之物，只叫他现出本相来看看。”寿星闻言，即把寒光放出，喝道：“孽畜，快现本相，饶你死罪。”那怪打个转身，原来是只白鹿。寿星拿起拐杖道：“这孽畜连我的拐棒也偷来也。”那只鹿俯伏在地，口不能言，只管叩头滴泪。但见他一身如玉，剪斑斑，两脚蹭刺七叉弯，
几度积食寻药服，有招可处隐云禅，年深学得飞腾法，日久修成变化言，今见主人呼唤处，现身明耳浮尘还。受惊谢了行者，就跨路而行，被行者一把扯住道：老弟且慢走，还有两件事未完呢。哦，还有什么未完之事啊？还有美人未获，不知是个什么怪物，还又要同到比丘城见那昏君现相回旨也。哦，既这等说，我且宁耐，你与天蓬下洞擒捉那美人来，同去现相可也。好，老弟略等等，我们去了就来。那八戒抖擞精神，随行者进入清华仙府，那声喊叫：拿妖精，拿妖精！那美人战战兢兢，正自难逃，又听得喊声大震，急转十平之内，又没个后门出头，被八戒喝声：哪里走，我把你这个哄汉子的骚精砍爬。那美人手中又无兵器，不能迎敌，将身一闪，化到寒光往外就走，被大圣抵住寒光，乒乓一棒，那怪立不住脚，倒在尘埃，现了本相，原来是一只白面狐狸。呆子忍不住手，举耙照头一柱，可怜把那个倾城倾国千般笑，化作毛团狐狸形。行者叫道：嘿，莫打烂他，且留他此身去见昏君。那呆子不嫌秽污，一把揪住尾子，拖拖扯扯跟随行者出的门来。只见那兽性老儿手摸着鹿头骂道：好孽畜啊，你怎么背主逃去，在此成精？若不是我来，孙大圣定打死你了。行者跳出来道：老弟说什么？哦，我主鹿，我主鹿呢。八戒将个死狐狸灌在鹿的面前道：啊，这可是你的女儿吗？那鹿点头晃脑，伸着嘴闻他几闻，摇摇发声，似有眷恋不舍之意，被兽性劈头扑了一掌道：孽畜，你得命足矣，又闻他怎的？即解下勒袍腰带，把鹿扣住颈项，牵将起来道：大圣，我和你比丘国相见去也。行者道：且住，索性把这边都扫个干净，恕免他年复生妖孽。八戒闻言，举耙将柳树乱住，行者又念声安字真言，依然居出当方土地，叫寻些枯柴，点起烈火，与你这方消除妖患，以免欺凌。那土地急转身，阴风飒飒，率起阴兵，搬取了些迎霜草、秋青草、了结草、山蕊草、蒌蒿柴、龙骨柴、芦荻柴，都是隔年干透的枯焦之物，见火如同油腻一般。行者叫：八戒，不必住宿，但得此物填塞洞里，放起火来烧得个干净。火一起，果然把一座清华妖怪宅烧作火池坑。这里才喝退土地，同寿星牵着鹿，拖着狐狸一齐回到殿前，对国王道：这是你的美后，与他耍子吗？那国王胆战心惊，又只见孙大圣引着寿星牵着白鹿都到殿前，吓得那国里君臣妃后一齐下拜。行者近前搀住国王，笑道：嘿嘿嘿，且休拜我，这鹿儿却是国丈，你只拜他便是。那国王羞愧无地，只道：感谢神僧救我一国小儿，真天恩也。
即传旨叫光禄寺安排素宴，大开东阁，请南极老人与唐僧四众共坐谢恩。三藏拜见了寿星，沙僧亦以礼见，都问道：白鹿既是老寿星之物，如何得到此间为害？寿星笑道：哈哈哈哈，前者东华帝君过我荒山，我留作着旗，一局未终，这孽畜走了，即刻去寻他不见，我因屈指寻算，知他走在此处，故来寻他，正遇着孙大圣施威，若果来迟，此处休矣。去不了，只见报道，宴已完备。好素宴，五彩盈门，异香满座，桌挂绣帷生锦宴，地铺红毯晃霞光，宝鸭内沉檀香袅，玉檐前书品香馨，看盘高果气楼台，龙蟾斗堂白走兽，鸳鸯定诗仙堂似模似样，鹦鹉杯露丝勺如像如形，席前果品般般盛，案上摘肴件件精，葵园简历鲜栗桃子，枣儿柿饼味甘甜，松子葡萄香蜜酒，几般蜜食数品蒸酥，油炸糖胶花团锦气，金盘高垒大馍馍，银碗满城香道饭，辣炒炒汤水粉条肠，香喷喷香莲天幻美，说不尽蘑菇木耳嫩笋黄精，十香素菜百味珍馐，往来超摸不曾停，进退诸般皆成色。当时续了座次，寿星首席，长老次席，国王前席，行者八戒沙僧侧席，旁又有两三个太师相陪左右。即命教坊司动乐，国王擎着紫霞杯一一奉酒，唯唐僧不饮。八戒向行者道：啊，师兄，果子让你，汤饭等须请让我受用受用。那呆子不分好歹，一齐乱上，但来的吃个精空。一席筵宴已毕，寿星告辞，那国王又近前跪拜寿星，求驱病延年之法。寿星笑道：我因寻路未带丹药，欲传你休养之方，你又筋衰神败，不能还丹。我这衣袖中只有三个枣儿，是与东华帝君献茶的，我未曾吃，今送你吧。国王吞之，见觉身轻病退，后得长生者皆源于此。八戒看见就叫道：哎，老寿，有活枣送我几个吃吃。寿星道：哈哈，未曾带得，待改日我送你几斤。出了东阁，到了谢意，将白鹿一声喝起，飞跨背上踏云而去。这朝中君王妃后，城中梨树居民个个焚香礼拜不提。三藏叫徒弟收拾慈王，那国王又苦留求教。行者道：陛下，从此色欲少贪，因功多积，凡百事将长补短，自足以驱病延年，就是教也。遂拿出两盘散金碎银奉为路费，唐僧坚持分文不受。国王无疑，命摆銮驾，请唐僧端坐凤辇龙车，王与平后俱推轮转鼓，方送出朝。六街三市百姓群离，一街斩天净水炉匠真香，又送出城。忽听得半空中一声风响，
路两边落下1111个鹅笼，内有小儿啼哭，暗中有袁户的城隍、土地、社令、贞观、五方揭谛、四职公曹、六丁六甲、护教伽蓝等众，应声高叫道：“大圣，我等前盟丰富，设去小儿鹅笼，今知大圣功成起行，一一送来也。”那国王妃后与应臣民又俱下拜，行者望空道：“有劳列位，请各归祠，我捉民间祭祀谢你。”呼呼吸吸，阴风又起而退。行者叫城里人家来认领小儿，当时传播，俱来各认出笼中之儿，欢欢喜喜抱出叫哥哥叫肉儿，跳的跳笑的笑，都叫扯住唐朝爷爷到我家奉谢救儿之恩呐。无大无小，若男若女，都不怕他相貌之丑，抬着猪八戒，扛着沙和尚，顶着孙大圣，搓着唐三藏，牵着马，挑着担，一拥回城。那国王也不能禁止，这家也开宴，那家也设席，请不及的或做僧帽、僧鞋、扁衫、布袜，里里外外大小衣裳都来相送。如此盘桓将有个月才得离城，又有传下影神立起牌位，顶礼焚香供养，这才是因功高垒恩山重，救活千千万万人。毕竟不知向后又有什么事体，且听下回分解。